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色之场的频道。今天是2022年2月9号，这里是附近厦门的环岛南路。镜头前的沙滩是厦门白城沙滩，在白城站下车，你不仅可以游览厦大的白城沙滩，还可以沿着海滨栈道一直走到书法广场或者音乐广场。这个站点湖里山炮台也是在这儿下车。我现在乘坐的是29路公交车，29路公交车被称为厦门最美的公交线路，它不仅串起了厦门市内的各个景点，也是唯一走完环岛南路的厦门公交车。下一站是厦大的艺术学院。这集的视频我们给大家分享从厦大白城分别经过厦大艺术中心、珍珠湾、小白鹿艺术中心、曾厝垵、曾山，最后我们是在溪头下下车。这条被称为全国最美环岛路线的厦门环岛南路，我们一起坐公交车来欣赏下。厦大艺术学院站到了，开关门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、扫码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下车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珍珠湾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公交提前提醒，请您乘坐公交期待情况结合业绩开窗通风。等裤子里我在等。这边是路边沙滩，这边不错。现在这边下去都是沙滩。珍珠湾站到了，开关门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、扫码出示本人有效证件。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小白鹿艺术中心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本车为无语席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下车的准备上车。前方斑马线，请减速礼让。小白鹿艺术中心站到，开关门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如何投币、刷卡、扫码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这一套家具都是啥？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曾厝垵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公交提团提醒，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，保持合理间距，开窗通风。曾厝垵站到了，开关门请注意安全，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、扫码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，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。别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
下一站增山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本车为无蚁石车厢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前方斑马线，请减速礼让。请乘客主动足额投币、刷卡、扫码，出示本人有效证件乘车。请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道。前方斑马线，请减速礼让。车辆运行中，请您扶好坐稳。下一站，西头下站，请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。公交集团提醒，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，保持合理间距，开窗通风。不要在上面。属违法行为，请乘客监督。我就是不走，他们也在那。